今天吃三个口味的拌面，葱油的、红油的，还有炸酱的。葱油味特别浓郁，他们家这个面里每一包都带有一个榨菜包。这个红油的巨香，一点都不辣。就是那种油泼辣子的味儿。而且你看他家的面虽然是速食面，但是特别的筋道，特别 Q 弹。这个咱们平时泡也行，煮也行。你看拿这个泡出来好久好久了，还是这么的弹，一点都不糟。这个面的口感就像你在店里吃一样。他们家这个面真的是这种速食面里边做得很好很好的。